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家国万影峰分享的 Sunny， 今天带大家来看一个荃湾西热门上车屋苑，环宇海湾三座地室，它是三房的间隔，事不宜迟，我们即刻来看看。环宇海湾位于永顺街48号，于2014年入伙，发展商是长江，提供1717伙，主打三房四房户。屋苑设有大型的独立会所，是荃湾西邻近屋苑会所中规模最大的，设施包括篮球场、60米室内恒温泳池、飞镖场等等。屋苑距离荃湾西站大约6分钟步程，邻近亦有大量的巴士小巴路线直通港九新界。单位实用面积566尺，属于三房的间隔，客厅呈长方形，摆齐晒家私都仲够位做组合柜，可以增加到整个单位的储物空间。景观方面，会望翻海滨花园，仲会望到少少海景添。厨房都是四四方方，发展商包的所有设施都保养得非常新净。客房四四方方，有些业主会用窗台改造成一个工作台或者做一个储物空间。厕所保留了原装设计，是名厕，都是保养得非常新净。第二间客房同样地开即四方，就算景观方面主要是楼景都好，依然都会有太阳照到入屋。主人房会望到少少海景，同埋做了两边窗，连房都可以做到对流的效果，非常通爽。今次带大家看到这里，如果你们都对这个单位有兴趣，欢迎联络我李家国万影峰分享的 Sunny， 记得 like 和 share， 我们下次见啦，拜拜。